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自转掐，也就是它是用四个静掐掐呢来完成转360度回正面。第一个，它是可以从外摆右边做一个静掐掐，但是做的时候同时要怎样，身体往右转，所以虚脚右脚，左脚往右转，静掐掐 ，OK。好，这个就是每一个都是90度，所以右脚外摆静掐掐，身体在前面，再来左脚内扣往右边，再做一个静掐掐，静掐掐，再来右脚往右边再做一个外摆的静掐掐，静掐掐，再来左脚内扣回到正面做一个静掐掐，静掐掐。好，我们把它结合起来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自转掐，好，从外摆开始的。好，右脚起步，来，一加二，三加四，五加六，七加八， OK。这是右脚起步的这边，好，右边转，然后我们用左脚起步，左边转，我们来做一遍，好，一加二，三加四，五加六，七加八 ，OK， 那右脚呢？刚刚是往右转，左脚是往左转，对不对？那我右脚可不可以往左转开始？可以。就是右脚我们做一个往左边转的静掐掐，一加二，三加四，五加六，七加八，好，同样的我左脚也可以用内扣的方式往右边开始起步，好，来，一加二，三加四，加六，七加八。OK， 这个在舞蹈里面有时候都会用到这样的一个组合，用两个恰恰转180度，用四个恰恰转360度，来分享给大家。谢谢。你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按赞、分享、给我鼓励，你也可以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以后就可以收到我的影片通知了。那欢迎大家留言讨论。互相切磋，让我们的排舞更加的精进。谢谢大家。